Hello， 大家继续绝对横 D N， 跟住翻到嚟咧就系呢个小镇入边啦，因为又落咗船咧就嚟到呢一个嘅枯叶港啊，呢、這个枯叶镇啊就系打呢个雷道馆嘅地方嚟嘅。咁但系就唔知道去边嚟噶？诶，月之石，哇，好多嘢喎、啊！专爱维吉力量头巾，你专爱维吉我咁犀利嘅咩 ？OK， 系啊，同埋上次有呢个专爱眼镜啊，非常之有用嘅专爱眼镜，因为我哋未有好。有咩买喺度？全部垃圾技。OK， 应该唔系打呢个枯叶市嘅道馆啊嘛？地鼠掘通道系嘛？睇下先。去咗发电厂，要上挑战咧就要等阵啦。啊 ？Hit 条训练家里面系专注参加呢一个聚会，只可以有两只精灵入去。啊，好似系，因为之前阿小光讲咧，佢咪叫我一齐参加定咩啊？唔知道，睇多次先。可唔可以入去啊？得喎，可以入去喎。因翻有机变啦，呢度咧只有要二打二俾你一场好啊。必须携带两只精灵，好啊。睇呢款波加曼出难嘅啦，咁我揾啲砖黑你嘅先。好。都系嗰两只啦，好唔好？系啦。我谂大家醒目嘅都知道我会带边两只噶啦，就系呢两只啦。好。够晒华丽啦，协调大赛仲唔系呢两只出场？Go， 好 ，OK， 咁快又见面啦！這个聚会咧专门为协调训练师举办噶，咁咧参加呢个聚会可以自由咧寻找一睇咧上嘅对手进行挑战，前提咧系带两只精灵同埋双打嘅，好啊，好啦，等你见识下我嘅精灵信赖同埋神配合啦，好，哇，冇波加曼，冇波加曼我可以，唔紧要啊，去咗只咩啊？有冇用地震啦呢度？跟住用个尾打呢只，好 ，OK， 呢度用攀瀑布，再用个尾打，好 ，OK， 搞掂。真系不愧系你啊！居然咧用力量强行打败我嘅协调战术啦！这个唔系一般训练家做到嘅。之后会喺关东地区旅行嘅，以后咧继续切磋嘅机会都系唔少嘅。哇！扣多血喎、啊，咁样，咁我打系有咩意思啊？其实，纯粹打系嘛？有冇拎？有冇经验攞到？应该都有啦。好，打埋其他两个先。打武藏先啦，武藏。好，武藏啦，唔使多讲啦。想同我小甜甜嚟一场啊？同本小姐进行对战咧，系你嘅荣幸啊！互相伤害啦。哇哇，大镬！有只饭池，有只。有只草喺佢对面，不过唔紧要，我打死只饭池蛇就 OK 啊！呢度个未打饭池蛇，哇打唔死喎应该，咁样用空切打步形草啊 ，OK 应该打赢嘅，哇寄生中字唔紧要，片色唉瞓觉，我醒啦醒啦醒啦，哎醒咗，好死两波六千蚊啊！我知道你居然咁样输咗，你个卑鄙小华一定系用啲咩卑鄙招数，我唔服。好，咁呢啲打完就冇啦 ，OK。啊，唔系你仲好嘛？喺呢度见到系缘分之神嘅指引，我唔系协调训练师，即系咧嚟聚会，冇咁到遇到你，咁我哋嚟场精彩嘅精灵对战啦。咁就要全力以赴啦，伙伴。唉，呢两只烦交，死得两铺，健忘，过未打呢只。哇，好在个健忘得快啫。慢慢吸收，冲浪过尾，好 ，OK， 翻瀑布，空切 ，OK， 打赢到，哇，万六啊，溜溜溜溜溜溜溜，太溜啦，我完全唔系你对手啊，好溜溜溜溜溜，定系隔篱有啲都要打啊，应该系咁。好耐冇见啊！你果然嚟到啦。這個、呢一个咧系隔篱嗰个护长先生专门为协调训练师举办，系嗰个交流同埋切磋技术嘅基地啊。但系咧有规则，用两只精灵，一定有火鸡咧。佢又话：，哎，冇火鸡、啊。相反系有只狩猎凤蝶，个尾打只水晶龟先。哇！大镬谂铺，地震，个尾打水晶龟。哇！大镬，攀瀑布阳光，哇！大镬啦，应该打赢嘅 ，OK 嘅，片死佢，搞掂。
真系遗憾我输咗啦。你咧俾我睇到你嘅精灵强大意志啊，可以玩嚟个方圆地区华丽大赛。如果呢只 game 有嘅，我都想。估唔到你都嚟咗关东喎，你都通过咗首嗰啲联盟嘅首领，我都系啊。唔好睇我年纪小，我顶级训练家嚟噶。俾你早通过超呢个测试啊，要唔要嚟场 battle？ 嚟啊！哦，睇下你有几犀利嘅实力。哇，两只凡胶，地震过尾打呢只，哇，好在啫，冻拳。幸好呢两只嘢咧，仲未有妖精技或者系即系未有妖精属性啦，同埋冇呢个大力，大力士有未啊？好似有咯都。唔科学，居然输咗，精灵都系美貌同实力，点会输俾后辈啊？好啦，虽然好不爽啊，等会咧我哋喺个岩场再嚟一场。這個、呢个咧加码、哦，莫非你想成为协调训练家？不过呢度咧并唔排斥普通训练家，但如果要进行咧战斗就要按呢个规则啦。好，洪荒之力，剑王先呢度个尾打伊贝啊。好，地震，阿美。O K， 靓波，降地震再降尾，唉死咗，都系我赢，太遗憾啦，又输咗，确实系高手，但我脚步唔会咁样停，我会超越姐姐嘅，两边我都会高手，但我哋去到嗰边就6v6喎，打岩墙，或者右手面嗰边，都系你嘅，同啲训练家都好好交流过，头先我静静咁睇你战斗点啊？有冇觉得参加系特殊嘅享受啊？哎呀，已经咁夜啦，睇嚟差唔多结束啦。神奇糖果、啊，哇，走晒啲人，哇，哇，咁真系冇得打啦。OK， 拎翻啲精灵出嚟啦，睇下边度仲有啲嘢打啦。可能就如果冇嘅话，就去尼比士啦。好，因为一开始应该系打尼比士啊嘛，定系打枯叶士演有咧？唔清楚。哦，嗰边系嘛，云章系嘛嗰度，喂，唔使系嘛，一嚟就要打，好，哇，唔系咁啊嘛，打我只咁嘅麻烦，蘑菇 ，hello 家，空切打呢只，可以剑舞啊佢，犀利喎，好，劈死你，毒豆蛙、啊，跳喷啦，呢度空切。哇！吸收拳，记住啦，地震啦，空切，好，速度果啊，冲浪啊，阳光打呢只，哇！识个吸收喎、啊、佢，翻入碧云掌，地震保护。剑王龙之波动，好，贝贝龙啊，地震保护，地震飞天，地震靓波 ，T E 无伏个配合得太犀利啦，实在。好，虽然云掌都系 level 比较低，但系都靠住呢个战术咧屈死咗佢。好，诶、又有啲条友嘅，打呢个先。你嚟咗啦，不过你先同加马战斗啦。哇，唔可以先迟你先上我 ，OK 啦咁。你朱迪啦，而家等我哋嚟一场正式嘅战斗啦。你准备好未？可以上啦，六打六挑战，协调训练家加马，哇能量球啊！啊佢识浮游，唔好意思，唔记得咗。Hello 家，影子球，电磁波，好嘢好嘢。美纳斯就奇葩啦，吹粉。起身种子，阳光烈焰，我瞓咗个觉喎，条友一夜喷死佢啦。呢个太阳衣背啊，太阳衣背嘅话就用咁边只好啊？过尿咯，过尾啊？草笛，哇唔使咁话，会唔会太屈机啊你？但系我走得呢只。奇花啦，瞓觉瞓觉，替身呢只，唉催眠粉死得两铺，输啦，佢放到替身嘅话，
我冇咩可以打赢佢。黑老加又麻痹咗，唔会救佢快啦，已经晕著啦，又系保护替身龙之波动，寄生种子。哇，好烦！黑老加啦。OK， 伊贝呢只地震，雷电收地震，唔系赢到我，唔系赢到我，可能赢到我，啊赢啦赢啦赢啦 ，OK， 呢个就系你嘅实力啦，水平果然比我高一层，但我唔会咧轻易止步呢一个阶段，我要喺呢个关东攞晒所有徽章。黑兔话说话讲完啦，不过确实咧，当我睇到即灵对战，你要好好指挥，我的实力咧令你好吃惊，好好感受你嘅差，哇！我乜都冇晒，好好感受差距，我感受到啦，一击必杀，云雀啊，奇花碎粉先，喂，玩完啦，同我一样都系放呢个烧伤果，哈哈，赢咗我就知道我会轻而易举，点解？因为我比你强咯。我个卖文同埋实力并存嘅精灵系会轻易九大咩嚟嘅，好犀利嘅。不过有精灵受咗伤，太精彩啦！虽然输咗，但系输得有价值嘅。俾你呢个 PB 上升剂，哦 ，OK， 挑战其他道馆先，黐线嘅，有咩咁都唔公平嘅大佬，靠得翻三只要同你打六只，傻嘅真系。好，去嚟比试先，好。喷一喷嘢先，咦冇乜喷怕水 ，OK， 呢个嚟俾呢个隧道都其实都几快，喂做咩啊？顶住咗条路啊你两个，唉咁真系冇得打啦，诶大五，啊之前你咧并没有过见到呢个卡比兽，佢今季系用金属音嘈醒佢，金属音都嘈唔醒呢条友咧，瞓得真系冧，有心攻击佢。诶、欸，你好大上去山吹屎啊！如你所见，啲卡比兽瞓咗喺路中间啦，挡住咗条路啊，有啲麻烦。不过唔使担心，山吹屎四通八达，除咗呢条路啊，做其他嘅。只不过咧，卡比兽挡路迟早会挡到枯叶镇嘅居民，要谂办法啦。咁我就从其他路啦。喂，你唔教我点样行嘅？咁样嘅话，点样过到嗰边啊？睇睇先，地图点睇啊？手机地图。山吹市哦，行呢边啊，要过紫渊镇啊 ，OK 啊，好呢隻嘢一隻浸死你，好薄薄猪乜水呢、這个？关东地区半年前咧有个特别嘅组织，佢哋唔似坏人，听啲人讲咧普通嘅训练家嘅组织嚟咗，呢、這个啊要打双打喎，唔想打双打，好，哇！阳光烈焰好嘢 ，Hello 噶，喷射火焰，俾雕喷射火焰，反用翻佢个太阳状态，好，下面呢 o k 呢个都系用 Hello 加打，寄生种子，再喷，哇虫鸣，日照啊，樱花，空切，空切。空切 ，OK， 就得。诶，做咩啊？呢度我哋咧咩吊丝势力嘅地盘，要通过你得到大佬嘅允许。不过你要见到我哋大佬得先打到，你决定要闯入我哋地盘，好啊？系啊，咁作为大佬嘅小弟咧，就打低你啦。俾你睇下虫系精灵嘅厉害。日招啦，大佬，安飘虫日招啦，日招，日招。压招啊！地震，好，我输啦，但系只系咧大佬之中最弱小一个，下一个小弟更加劲。睇你嗰样用虫系嗰个渣渣咧，都系呢个程度，我唔一样啦。不过睇下小学生对付你精灵就够啦。哇，冇火个，冇火技喎、啊。好啊，得六十零呢啲呢班友。OK， 地震。哇，女王风，攻击指令。空切，再空切，再空切，再空切。OK， 电鼠再嚟，哇打死埋我！奇花用阳光炼啊，唉中冰，
肯定教我機率嚟，我覺得冇理由咁易中啊，真係。你只打爆你，呢度弄啲波动啊！黐线，一下咬死，仲要唔中添。唉，成日都结冰，见到结冰我真系会燥咯。见到结冰，有时好真啊，空元气。点解要空元气呢？佢谂唔明。好，哇！一次过打喎，要打晒六个啊？唔系嘛 ？Hello 家，火焰喷射，火焰喷射，火焰喷射。我全部都怕火喎，佢睇嚟。安飘虫，转呢只先。空切，空切。唉，捉麻痹。唉，真系黐线。Hello 家，唉，又俾人斩死。咁我仲点打呢度？保护飞天，地震。哇，我唔知点打呢度。怪力恶，好，女王风，瞓啦，寄生种子，哇，一卡又系靠啲嘢奇异花打赢咧，学得好少呢度，再瞓啦，回翻状态先，系啦，回翻只降料先。空切，空切，再空切，电鼠奇异花瞓觉，寄生种子，寄生种子，换降料，降尾唔好用降尾，空切啦，哇，放电识用，转重，瞓啦你，阳光烈焰 ，OK， 啊。基咁强大训练家，相信你一定可以打得到下一个，开始对你有好感啦。女嚟喎，可以将佢两个打得确实比较劲，但系唔好忘记你精灵已经受伤啦，你绝对冇胜算。哇，好狗真系，应该系特登屈呢一个佢。点打呢度？奇异花，哇，放钉佢，中啦，抵死啊！阳光烈焰，靓波。杀埋佢啊！呢度光合作用啊！唉，抵死！毒气双子 ，OK 啊！毒气双子，瞓啦，瞓啦！毒气双子就，哇！识大字招，咁啊死得啦！光合作用，唔中，瞓啦！傻仔，用啊你！好，暴露王，瞓，起身中啲，暴印，瞓。就嚟冇晒啲睡眠粉，阳光烈焰啊！好，末日罗，催眠，寄生种子，降料，空切，空切，唉，睡粉唔紧要啊，回下血咯，当搞掂。我真系蠢啊，竟然喺战斗前咧立嗰啲必败期啊！你头先打得我小女朋友，我唔会放过你，我要为大佬打低你。哇，要打咁多个真系会死嘅。奇异花，起身种子，降料啊，咬碎，掉钉先我都，降尾，龙虾呢只，阳光链，哎，揿错掣，夹屎啊龙虾。灾兽阿布索鲁，起身种子，石人咁就唔放你走啦呢度，光合作用啊，降料啊，念力技，降尾，鬼盆栽，我睇下招寄生种子，好在中啫，阴谋，
让我念啊。OK， 屌屌啦，你点会咁强？我同我女朋友都中意追随强嘅人，我都开始有啲中意你。唔记得点多，我帮你回血先。喂，太好人啦，实在，即系有得回血。嗯，嘿，果然呢啲小朋友咧都派唔上用场，果然得我啲美女出马。你等下睇下咧，训练家点样虐待你咧？呢只嘢 ，Hello 家大木锤，一招啊！铁甲杯就梗系用钢料啦，钢尾，哇冰针，黐线害怕，冰针啊，地震雨啊，地震，地震，冰衣背嘅话用黑老加啦，黑老加，喷，电鬼。咩电鬼啊？唔知边只喎？呢只系冰电鬼嚟喎，暴风雪。咁即系话冰电啊？应该系冰电啊 ！Hello 家，唔好咩就得噶啦。唉，死咗，仲谂住讲唔好结冰就得。边只最快啊？睇下边只最快先。呢只咧系地震雨啊！用冲浪得搞掂，哎呀，啲美人反虐待啊，好中意呢种感觉。果然我都系抖 M， 连个抖 M 你都输，睇嚟咧呢啲势力嘅最强配合最，同时亦都系大佬最强小弟嘅我哋咧做你对手，唔系双打系嘛？唉、哎，真系双打，死得咯！呢度冲浪啦，呢度走一走会好啲咯，我觉得。转只云雀，起花呀！好，冲浪，催眠只大王燕先，神鸟，哇，好在杀一杀啫，两只都，走一走先。哇，唔得喎，但系点走啊呢度？地震都又系开，转翻只干鸟出嚟。好 ，OK， 睇先。奇花用吹粉打呢只，过未打滚动岩。哇，识暴风，哇烧伤仲要。打只滚动岩先。哇，打唔死仲要，唔系嘛？电佢，龙之波动，保护先。哦，玩完咯。冷冻光线，黐线好难打嗰、那个，嗰、那个势力好麻烦，一次过打晒，系咪要从头打过啊？咁真系升呢地方嚟嗰度，打先过去。哇，系从头打过，黐线，我唔打呢度，有冇得唔打啊？好辛苦打呢、這个。今集时间嚟到先，下集继续呢一度啦。我唔知系咪要继续打，如果系，我要升下呢先，系啦，下集再见。